谢谢。吃过也不会胀气的，哎，再讲另外独门秘方。哇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全部有配哦，全部有配哦，超级豪华，有没有缺东西的？对的是，大家都是有五碗哦，哎，金龙三喜过后，恭喜啊，都比好啊。好，来，我们贾青蛙的第二届的大胃王比赛即将开始，请董事长加油。贾青蛙第二届编辑开始比赛。好，加油！来，各位哈、哦，照自己的节奏啊、哦，照自己的节奏啊、哦，不要管别人，就只有心中想着一口一口啊、哦，慢慢品尝，慢慢品尝啊、哦。来，我们来欢心我们这些参赛的好朋友们哈、哦，有的是我的老朋友了哈、哦，啊，有的是我的新朋友哈。哦哦，我的宇翔，哦，好，不用看着我，没关系，哦，不要打扰你们，你们就只顾来，一瓶已经吃下第一碗，哦，我的第一碗，哦，这个谁，宝鑫也吃下第一碗，月轩，哦，也吃下了一碗，朝第二碗迈进，哦，我们的比赛时间有30分钟。在30分钟，啊、哦，看你哪位朋友可以吃下最多的碗数，你就是第一名。啊，现在时间还不到1分钟，哦，我们的中山樊树，哦，也吃下了一碗，超强，啊、哦，超强也吃下了第一碗。好，建军加油，啊、哦，来，不急不急，慢慢来，哈、哦。我们的冠廷不错哦，来，排水，冠廷已经吃下了第一碗。哎，假青蛙哈，假青蛙的都有假来，都有假的来来假青蛙哈，假青蛙有很多很多的商品哈，霸掌霸掌嘛，是用台湾的销售冠军哈，假青蛙霸掌哈，3-4罐哈，嘛是用销售冠军，不管你 seven 啊哈，全点家乐福、大润发哈，都有销售假青蛙霸掌，而且都是销售冠军，你们是糯米的专家。好、哦，你来台湾哈，讲糯米哈、哦，我们绝对是王牌的哈、哦，绝对是招牌啊、哦。好，可以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哈、哦。那个凯凯哈，加油，慢慢来，哎，不急不急。来，我们的威德啊、哦，也吃下了一碗啊。明、哦、哲，1、2、3、4，这一碗是明哲吃的。哦，对，已经吃一碗哦，对，都盛一碗来了哈。哦哦，燕婷，第六关的妹，哦，加油！哎，这个是，哎，妹妹的哦，好，好，妹妹去年有参加，哦，跟讲三碗，三碗，哎哎哎，跟讲三碗，跟新碗，下面来，下面来，阿内，哦，哇，这燕婷我连跑了一段哦，打刚，打刚弄人，打新碗，我的天啊，好，蓝金毛哦。哎，一瓶啊，现在是领先者哈，三碗接近第四碗，哦，月轩，月轩解三碗完哦。他说他尽力啊、哦，他说他尽力，结果现在就是了三碗完了，来第一碗完了，哦哇，关注哈，有点中生日本朋友已经等一下啊，超强也进两碗。黑掉了，煎鸡一碗哈，我剩两碗了。哎，冠廷，冠廷也不赖哦，冠廷已经吃了第三碗了，第三碗了。哦哦，对。有需要蘸酱的哈，就要挥挥手哈，阿官的摘哈，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今天牙齿不舒服，啊、哦，是哦，那没关系，这就今天就以参赛就觉得很高兴，就很欢迎了，好吧，慢慢享用，我会咬嘛，没办法，咬再假牙，你们凯凯啊，一碗啊、哦，这边也是一碗，嘉伟一碗，威德已经两碗了，第三碗要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好，我们的明哲，明哲已经吃了第三碗。哦、个子小小瘦瘦的，这个哇、哦，第三碗啊，这边已经吃了第四碗了，燕婷吃了第四碗，好，我们的小胃王啊、哦，我们去年的
小朋友了，那也是我们在这次比赛唯一的女性代表哈、哦，我们的女性代表小慧王。超强去年也有来哈、哦。有，不是别的小慧王，好哦，也不简单，吃下第一碗。好、哦，你有自己带水喝哈、哦，好。OK， 慢慢来，加油，直接来。啊好，还有25分哦。哦，我们的宝鑫，我们的应平啊，现在是领先的哈，那暂时领先，现在比赛才到第二局而已哈、哦，第二局，那我们的应平哈暂时领先，以1、2、3、4、5，已经有5碗的实力，现在已经是第6碗，哇，这个会破我们蒋庆华的那个成绩哦，那蒋庆华哈。沙场第一名景哈，开始在这个万华小吃摊的时候，那时候为什么会有假青蛙呢？啊、哦，就是董事长那时候在这个小摊位，他就有一个行销概念，他去当时的各大报哈，也就是我们吴大哥的那时候帮忙协助了哈，在当时的四大报就去推出了一场叫做假青蛙分级。好的活动分级哦，哦，你要来假青蛙，我假青蛙拢免收，啊，你要假蓝蛙就收蓝蛙的钱，哦，啊，假青蛙你其实有创造1000多个朋友哦，有来假青蛙拢免钱，啊，拢比我的墙壁嘛都有签名做留念呐、啊。然后时隔30多年，啊、我们假青蛙的门市哈、哦、再度开始在这个服务朋友哈。哦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这个假青蛙的这个大胃王的比赛哈，其实主要哈也是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认识假青蛙啦，哈，这老假青蛙已经是老招牌，但是有些年轻人还是比较不熟悉，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活动来让年轻朋友认识。第二个最重要当然就是安德烈食物银行哈，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益团体。所以我们不但就是参与他的行销活动，我们也在这一次的比赛哈、哦，回馈大家所贡献的40倍哦，40倍的一个油罐哦，会分享给我们的安德烈食物银行哈、哦。好，来、啊，我们现在时间还有23分钟，好、哦，慢慢哈、哦，我们真的保持我们的实力啊、哦，保持我们的实力。第一个让他直接。好，三下五下一下哈、哦。来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朋友的成绩。哎，我们的宇翔啊、哦，现在也不错哦，已经朝向第3碗迈进，第三碗快推完了哈、哦。好、哦，我们的玉婷哈、哦，目前来我们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们的玉婷已经吃到了第7碗结。朝第8碗迈进了哦，一平啊、哦，啊，我们的宝鑫啊，宝鑫啊也不在呢，耶，第5碗哦，哦，黑马，月轩吃了第3碗，来慢慢来，我们这个是大家尽力就好了，还不舒服、啊，对，不舒服我们就尽力就好，没有关系哈、哦，对，就好玩，大家交朋友哈、哦，好玩呢，共享参与活动哈。哦我们的中山凡树哈，哎，吃了已经第3碗，超强也5碗的，哦，一点假的话哈，那里超强，哎，剑姬也已经吃了第3碗，博森也吃了4碗的，哎，我们的罐头也不错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6碗哦，迈向第6碗哦哈。来，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啊、哦，第二组的朋友，杨成玉就多喝水啊、哦，他多吃香菇料啊、哦，来，咱这里凯凯啊、哦，也不错了哈、哦，也1、2、3啊、哦，然后我们不急啊。哦